Hola, amigo. Hola, amiga. Thank you for watching. Thank you for sharing. Hello, everyone. Hello, everybody. Thank you for hoping. Thank you for watching. I'm Zhang Xiangdong. It's my video. It's my vlog. I have dream travel around the world.So, travel around the USA first. It's a new building. He make it quickly. It's in the second floor. Before I saw it, it's only first floor. And come back in the morning and visit Amigo. It's American building. They made it.It's very nice. So, I'm coming again. 这是美国正在建筑的一个工地，所以，我们有空早上就回来转一下。Amigo! Amigo 走了。美国这边这个德州这边老墨西哥人后裔比较多。身体比较壮，就像中国人的亲戚一样，身体很棒啊。消费习惯给大部分华人是不一样的，就是比较能吃、能喝，能劳动，也能消费，不存钱。反正这种环境也挺好。同样和中国人在餐馆里工作。他一有钱，他就，喝啤酒啊，吃什么呀，可能天天喝嘛，革命的小酒天天喝，很好呵呵，这种性格不像我们，有些人就是存钱存钱再存钱，赚很多钱，最后，有的人不幸的结束了自己的生命。这是多么可悲的事情啊！有一种悲剧，就是钱还在，人没了。所以我们要坚决避免这种错误的出现。这已经建得很快了，你看他们跑得挺快。前两天来看这个517的时候，还没有建这么快。他是运送早上来运送东西的，已经运送来了。这是包个。建筑垃圾，这是他做了一个顶，做了个阁楼，做了一个阁楼。我们要不要上去看一看？这阁楼有点窄啊，有点经不住。我这体重68磅，有点不太经住啊。这个是上面的房顶，看一看。房子啊，这是开关，这是坡顶，因为这边下雨比较多，雨季到来了以后，经常哗哗的下雨啊，下的比较大。我们还要不要上去看？既然是杰密啊，就要经常来看一看工地，来给大家分享一下。这是它的房顶。这是它的空调设备，空调上面是有这保温棉、散热棉，这是有仪器，这是我们可以看到的下面可以看到下面的房间，前面是空的，我们不敢往前走了，往前走的话踩空了。这是电源，上面走的是各种管线。这是我们前几集介绍过的房子。这是我们坡顶，这上面有灯，安装的有灯。阁楼上可以放一些杂物，可以储一些东西。之前在旧金山湾区那时候，
就有在杂物，在这个阁楼上，我存个箱子在朋友那个地方。谢谢，谢谢我的朋友给我无私的帮助。一路走来不容易，遇到了很多坏蛋，也遇到了一些天使，遇到贵人相助，所以能在美国幸福的生活。昨天有朋友问我说：“光是幸福的生活吗？”当然，男儿也会哭啊，哭了之后不告诉大家就行了，自己偷偷的哭就行了，然后把快乐的事情给大家分享一下。我们看看这个说明。5个月，19年。然后昨天我这个美国的朋友他说你的视频都是说的中文呐，我们听不懂啊，所以我要加一些英文、西班牙语、夏威夷语，就是自己会的，给大家再讲一下。这上面是棉，保温的棉。刚才那个车是运，这是个圆顶，上面是一个灯，圆顶的一个灯。这是进来的各种板子，要往上面上的板子。房顶要有板子。现在要大干快上了，因为他那个工具车，能够拉很多的东西，很多的物品，所以待开发的处理地，这里还有很多待开发的处理地。这是后院，后院现在窗户没有安，所以我们可以轻松的把它伸出去，看一看周边的情况。这是美国的州，德州。这个上面，它主要是在做德州、路易斯安那、乔治亚和佛罗里达这个深色的部分，就是他们在做的。现在已经网线有很多网线了，所以就是不能轻松的去穿越他们之间的墙。就像人，他有，如果他是自己一个人的话，比较自由自在；如果后来就是自己责任心强的话，就会有很多的羁绊，说自己就像风筝一样，家人抖一抖，自己就要有所感受，这是把双刃剑。看自己个人的考量了。我现在在美国，我还是单身呢，所以我需要，等够有缘分吧，能缘分找到自己，也喜欢旅行，喜欢摄影，喜欢拍照，一起，自己有自己的，一份事业，然后有收入，然后两个人谈恋爱、结婚、生子，在美国，能够幸福的生活，这是我们的希望。这个是什么？这是它的材料。哦，这是它的地图。这是它的图。这上面有图。房子是什么样子的？构图，构成的图，探秘，我们找到了寻宝图。房子是这样子的，进口走廊，
线，上面有标注。我们再来看一下，上面有标，然后我们来竖着看一下，隔焊，这是它这个隔焊 Homes， 这是它这个建筑公司，就是昨天我们拍那个戴奇那个地方。好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，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节目，请给我评论分享，如果你喜欢经常看到最新的节目，可以订阅我的频道，谢谢大家。 Thank you for sharing, thank you for hoping, have a beautiful day, thank you.